国古代四大名楼之一的蓬莱阁了啊。蓬莱阁也是与滕王阁、玉阳楼、黄鹤楼共称之为中国古代四大名楼。蓬莱阁也是四大名楼当中唯一的一个没有经过重大规模改建。好了，来看一下我们正前方，大家大家不必太担心，现在是我们的